这个小火，稀里溜的，没搞酸菜，酸菜还不行，咬不动，煮时间长，显时间短，咬不动不行。这是光是白面的吧？就是白面，够粉面的就筋都软。够粉面硬，你这咱一个这个远的，你就不好整。这个面黑了吧唧的。这个面好，这个面你看它黑，面有点黑，筋性大。先表现一把，没整明白。这里搞点青菜。来点香菜，嗯，生菜，这一盆亮亮的，嗯，哎，有点硬啊，好像，嗯，行，面片啊，嗯，硬不正常，面片都这样，就切这面片都筋道，要是再搞点粉面子更咬动，是吗？真没搞酸菜，搞酸菜你更硬，因为酸菜一拿更硬，不是它这个面，面呀，对，面有筋。面的事儿，这煮半天了都。嗯，这已经熟了，这面筋性好，就是颜色不咋，黑吧羞了。嗯，要咱帮着饺子，跟那绿的那一色，成老绿色，黑绿黑的。这面第一是你的汁儿高多了，第二是这面黑，第二是面的啥？你看俩我有关系，赶紧起来。来块腐乳，来半块，我吃这半块，你吃那半块吗？嗯，加一半。这玩意儿吃点腐乳臭豆腐行。嗯，这是王致和是吧？这边有卖的克东腐乳的吗？吧？没有，也有超市有。我们老家有那克东腐乳出名，在老家的时候都吃那个。每天在网上买点尝尝，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每次都是高用酸菜香肠，就是那天涮火锅剩喝的了，你爸就怕回来换一些嘛高喝的。拿不动，你一个一个拿呀。是，赶紧走呢。赶紧走。怕关不上门子。对，这么竖也行，行，这么竖也行。还有啥呀？我书包啊。我鞋呢？鞋搁那边。啊，那高那呗。好修。行，高那呗。走，出发。看我的小车现在已经开了是多少了？17738公里，全程90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3分。是，下车，凉快，开了还有30分钟，正好30分钟，43公里。咱们也得算是长途旅行哈、啊，小长途。吃个橘子，那橘子呢？还是那个橘子呢？哎，这是我爸的兜，这是我爸跟我二姑摘点臭的，和香菜。哎呀妈，这橘子你要吗？可冰牙了。这里有茧，这里都要冻了都。过年好啊！过年好，大舅妈。哎，你那啥呀？二大哥。
上车送家去呗。啊，那我一会儿送家去。啊，送家去，这家就管上这吃饭了。行，打开我给那啥菜刀拿下来。拿了，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买还给买什么？哎呀，过年好啊！这香小妹儿，过年好，过年好，大姐。哎，这我大嫂，大嫂瘦了，大嫂。啊，刚刚是我大嫂，穿挺喜庆哎。所以呢？哎呀，这家伙，老郭今天买的，文龙刺绣的啊，吹的啥？这都，哎呀，妹子给买的，这妹子厉害呀，妹子。没说没开啊？没说。我妈呢？我妈，我找我妈呢，没来呢，搁后边呢，搁饭店呢。啊，又开饭了哈，伙食很丰盛。都是这样，这羊肉都是备羊肉和牛肉都是备牛肉，现杀现宰的。你看你这个羊肉花纹，这能看出来。这是一点油没有的，就是纯羊肉卷，羊肉羊排卷的。这不大哥给我们安排。这个是拿的啊？这是先切的，先买的羊腿切的。先切的。今天早上涮涮底料，我大哥自己炒的。今天早上杀的那羊。这家伙。猪来这块杀的，猪蹄儿，你来了就忙今天早上就开杀了，猪腿子。哎，这多少小肉？多少小肉杀了？先下点肉。哎呀，我有点吃不惯。哎呀，太丰盛了，这儿还有一桌的。这是小孩的，我们这大美女，大美女又跑了。大美女小美女，那排骨包这里能猪肉吗？你来吧，先吃别的，等一会儿排骨吃老香了。我都是吗？比那别的好吃啊。开饭了啊。哎呀，这真好，还差一位呀。来等会儿，还差两位呢。小圆呢？嗯，晚上还没买，我二姑，现在买的话就买上。我张婶儿，我张叔，那个我二姑姑，东北娃娃，啤酒不是不能喝了吗？这我不喝，他你们喝。喝红酒吗？红酒，喝红酒。今早上你尝尝，我这管喝红酒是不能尝的。今早找半天，我就放喝了，这我是他们别人给我的钱。啤酒，这叫啥玩意儿？啤酒这样瓶，苦荞扎啤，这苦味的呗。2024，开喝来。祝几位老的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祝这小的，心想事成。咱们2024，咱们就是平安吉祥发大财，好吧？好，祝大人新年，祝大人新年发大财。祝我外头饭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身体健康，这小吃咬螺丝。我外女儿来了，这个大家都认识是吧 ？Hello， 看多好看，王二姨，越来越好看。咱们2024年这么欢聚一堂是吧？哎，这老少好几辈儿，但是高兴啥？就是说人呐，就是亲朋好友在内，就是啥呢？有缘千里才来相会，亲戚啥叫亲戚呢？就是能到一起是亲戚，不到一起的亲兄弟他也不好使。就是啥呢？咱们以后呢，在以后生活日子里有啥事，就大伙咱都抱团，有事吱声，你大哥必到。行，行，等我今年那啥的啊，有喜事的，更得提前一个月去啊。来，来大姐，来。哎呀，我二姑。其实这个吧，我大舅妈也是那么想的。哎呀，你这是我说的对吧？这都是大家的心愿，我尽力完成。是咱们那个个人家的，咱们亲属的那个亲人的那个。那个心愿，广大的那个网友、粉丝、家人们，哎呀，都是这个心愿。等小胖要是万一有好事，那个不是万一，必定有好事嘛。万一呢？媳妇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大哥。缘分没到，嗯，缘分到了，来搞了，你也没来，他来找你来了。我骑白马王子嘛，对，骑白马来。大哥，你瞅着，哪天看着骑白马呀，我就拽。大哥，来再整一口。来，新一年里大家都这开心快乐。二姑，哎，你看我二姑喝的红苹果。期待2024白马王子早日到来。接我大哥接。王鑫去，王鑫去。这是我们的外甥女，哎呀，侄女婿，缘分早来。哎，谢谢张叔，我们早到。谢谢张叔，谢谢张婶，身体健康，谢谢，身体健康。这家伙。
都有外甥，都有那个小孙子，小那外孙了。哎呀，有外孙的人了。你这成老太了都。我就成太太辈儿了。成太太了。好，行，说两句。那个，先那个祝那个祝愿各位老人身体健康，2024年龙行大运。哎，好，好，谢谢侄女婿。侄女女婿，侄女女婿。我们得叫那个。孙家女婿，哎呀，有河北人了，刀上，哎呀，我都是当老的人了，二姑，当老的，哎呀，那可不是，河北人看着一点没烫，高兴，那还王姨还，我这个今天收给我收拾的，我都回家都管事儿，格外高兴，看我们这一锅，还有王姨第二杯呢，这里头。各种的羊肉啊，牛肉啊，菜呀、啊，排骨。今天张忙，鹿肉都没切，还在家有鹿肉，现买现切的那种，就是杀鹿卖鹿肉，我就要大腿，哗来一刀，完了就大腿。那个小妹儿啊，你也是当姑奶的人了啊，今年那必须大婚得动了啊，动。别说你们能不能三幺。三油不是三十的灰油糖那都搬了是吗搬这不听你话吗从东屋搬到西屋绝对好使啊要今年一定能成功成功像你和就是像你家大爷大娘似的我大哥的打油诗那就是张嘴就来是吧、二国就是随你是吧那你二国就是个味儿呢个味儿呢什么二国你给大家整个味儿啊整个谜语好2024年呢别人咱不谈、就谈一谈咱们明年都挣钱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实在忙忙活活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年的对干啥的养家糊口的是不是咱得挣钱对咱们还得身体健康干了哎咱们合家欢乐咱们这个大家庭张叔是哪老干部张叔看拍给张叔个镜头我张叔哎你二姑我二姑、你爸哎我爸这老哥大伙这坐这长轿的坐这么的大姐、来整一个干杯大姐妈的好吗我都喝了你还猜上我心眼去要是心眼时不时就我看那孩子说干了完我就干干完人家正式干娘没有了大姐妈你是这么想的我外孙女都干了我不干不磕碜吗干那中间我就干没了干没了完你们一说干一看这里还没有没有又倒没有没有来再给你倒上来然后喝完了倒上去点值不值然后倒不是下杯你倒下杯你倒哎呦我的妈你们再给我倒醉了必须得高兴一会儿回家不看牌去吗对这家你姓赵我姓徐你来到我老徐的家你看你生这两个儿女们高高兴兴的不管我生这俩儿女你生那个儿女不也都那个那什么吗都是那个那是出类拔萃的得说是咱们也都是那啥你就这俩整一个二姑你二姑搞饮料服兵我我们作为小辈儿的吧这桌就我们最小然后每个人都是说奔赴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目标然后呢其实都一样就是为老的小的对吧一个就是老的身体健康然后我们小的心里也能那啥然后就是小的开心快乐开心快乐健康成长这就是我们作为最小辈的两大目标然后我干了来好干杯好谢谢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来自五湖四海的是吧哎呀一起来了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身体健康不为别的挣钱来我二姑说的说得好要是跟同龄孩子比不敢是不是你让我二姑跟赵本山有一拼你哎不有一拼啊赵本山这个演的特别是我二姑老一套特别是我二姑的小帽一戴哎这是我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团结起来走到一起来跟谁都团结他要不跟我团结我就问那没办法你我还想跟谁给的是你自己说的你看
别人喜欢不了，我喜欢也是双方面。他不是小帽一戴，这是都帅。小帽一戴，比谁都帅。现在有很多孩子像你这样。你说什么？家，对呀，家和人。Hello。一对儿，好，这是我侄女，我二姑的小孙女。哎呀妈！喝红酒不对雪碧，那就是白喝。行行，这摄像师话太多了。这摄像师不简单，不简单。啊，我会讲啥呀？我去还能看，老板都喜欢人，吴老师这么喜欢人，现在吴老最喜欢人，干了，我小哥的纯度比你那高。黑龙酒九公斤，再喝一瓶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对了。我先省一瓶是一瓶，最后一瓶。哎呀，这是起呀！新年，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哎，干杯！一会儿回去咱唱歌的啊！黑龙酒，耍钱耍钱，唱歌唱歌，唠嗑唠嗑，还不行吗？你还乐着呢。那行，行不行，二虎？行行不行？行行。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打牌的打牌。哎呀妈，你好嘞。大伙一看说：“精彩大洋哥来了。”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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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虎有一个想当年，人家你二虎是那个文艺骨干。啊，对对，那是。唱的可好听了，我小时候唱的好歌都是我妈教我的，是不是？嗯，我二姑厉害。哎，看你女儿，你二姑也行，叫小胖。唱歌调不咋好，岁数大了，完了有点磨不开。要是还是老歌，新歌不太会，要会我早都给你唱。你待会儿回家给唱。新歌唱不会，要老歌不行。要不生的吧，就好看，就好听。你一扔，就叫你自个儿再唱，就是不好听了似的，这样。是啊，喝好没有？喝好了。喝好了回家。哎呀，哎呀，哎呀，我大哥不识字了，今天饭店不识字了，完咱。回家耍钱的，完了明天耍钱的，明天好嘞，我赢你点儿。我不会，我干不了，赢你点儿。我不会。哎，你准备点钱吧。店关好了吗？关好了。